是大肘子啊。太瘦了。抖音，大肚兜子，没人一百六，再问一问吧，不去要省钱。阿成，总共这些才花了不到一百，哪里像一块钱一点？那地方还280呢。那是两顿，那不是一顿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外面买的那双鞋花多少钱？180。你还能说点实话不？你看我180鞋吗？现在还是好。好吃吗？不要整天喷我啊！你看他吃我也是擦嘴就滴肉的啊！哇，一个肘子吃光了。嗯。男人太厉害了，我的妈呀，一个肘子吃干净了，还剩一点点皮。抖音，给它加上汁儿。大家好，猪肘子。抖音，我妈给我炖的肘子，蒸后好的葱，
别太烫了，凉了一下。嗯，可以。我也没了，拜拜。抖音，不加速吃肘子。吃个肘子，抖音，来造一个肘子。Thank you.
抖音。香辣大肘子。抖音，那个大家好啊，终于吃肘了，家就这条件。我爷说呀，进来你就点亮啊，你家财运旺啊，干就得了啊。哎呀，太香了。抖音，吃个大肘子。抖音。